这第一局以古传为题，苏耀华又精通此道，我与他对阵，怕是没有胜算。怎么还不慌不忙的？这馄饨哪里赢得了啊？没想到清高的苏典善也会做这般无廉耻的事。怎么回事？小石，阿山，小石，别过来，阿山，你起来，殿下，阿山，你们无缘无故为什么抓人啊？走，快走。